蛋炸腊肠了吗？嗯，对。辣椒要不要？多放辣椒，多放葱花。好吧。要不要辣椒？嗯，一样。老板炸得好快啊，不是快不快，粉就三分钟，饭还多几分，再炒久的话它就融了。加辣是吧？来。
锅面，挺鲜美的。等一下哦，前面还有两个，你们炒几份？哦，我们炒两份吧。哦，好。你们炒什么？可以跟我说一下，我马上炒。蛋炒饭跟蛋炒米线。这里有多少个啊？云吞，反正都活该你了。云吞给你几个了？两个就六个，也收买完得了。这也是十块钱一份吗？是、哦，十块。